嗨，大家好。五月是妈妈的节日，记得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爱你。”台南站所地区营运为大家举办了一个活动，鼓励我们社员的孩子们呢，表达对妈妈的爱。不管你是画卡片也好，或者是画图，或者是像我们有小朋友很有创意，他做了一本要送给妈妈的书哦。你看在这里有三页，看的都会觉得非常的感动。我们非常鼓励孩子们呢，表达对妈妈的爱，对任何事物的喜爱都一样。在小的时候他们会，但是当他们比较长大了呢，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含蓄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妈妈们将来的收藏哦。台南站所地区营运呢，举办这样的活动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。